我们这边的事情，主任不会插手的。不过就是小孩子打个架，何必搞这么大？还这么紧急把我请来学校？有什么事情，主任直接处罚不就行了？ 不苟言笑，态度威严，饰演林辉煌爸爸的倪其明，同时也是学校的校董，一登场气场强大。你儿子不就受一点小伤，干嘛说的我儿子好像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一样？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鲁？饰演苏俊杰的刘静和林辉煌起争执打架，同学之间已经在教室外和好，反倒两位爸妈闹到老师都看不下去。好了，你们俩都停了。 倪其明难得参与校园剧演出，事实上他出道第一部作品就是演学生，和林辉煌在剧中叛逆角色有点相似。不过谈到和新生代演员合作，倪其明称赞林辉煌私底下和能聊，和外表痞痞的感觉有落差，也分享自己戏外和两个女儿采取开放民主式教育，不再餐桌上骂人。下次要是晚回家，记得先打通电话回来说一声。啊，没事。 肚子饿了吧，吃吧。而首次和前辈倪其明对戏，林辉煌说演起来很放松，就像在跟自己爸爸说话。也谢谢倪其明分享很多拍戏经验。校园剧的前辈带领新秀同框合作，切磋演技，戏里戏外都有好感情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，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